留着深深旧的夏天，早早便离街秋上，只有那蝴蝶停在山巅。黑板上那是一分笔，口袋里没有五毛钱，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强盗那只宝剑，到底我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，曾经的历史手里的漫画心里的苏联的童年，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，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干瘪的书没有念，一场光一场景老师说了